我们关礼的位置会在这个地方，然后送出之后大家把我们人就倒到这个方向，然后我们就年轻人跟老人家是有属于我们Aniki， 他也是我们刚刚的第四达来请他问说几句话。事情因为中达的起心动念看见了成果，他是我的第一任的巴拉罐的会长。哦，好，那你们的队伍是？